转移到彰化县立体育馆，然后我们要看那个 B Heroes 的经典赛，然后我们进去，然后看。我想买球衣，他就谁的球衣？就这样。我要买我的，我要买宜翔哥的球衣。周宜翔，他真的会打吗？应该会吧。对啊，他 CBA 也打完不是 ？CBA 打完了，应该 OK 了。感受杨是我最喜欢，但他隔离，但是我不知道隔离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那应该不能打。你要北京打很稳啊。99不能打。你知道什么？他们打到四强啊。对啊。我跟你知道，你知道陈建州说什么？来这边体育馆，就空着肚子了，因为他在外面都吃。又不是免费的，得要拿到钱。VIP 入口都没有人。开业了，进去。
Thank you.
今天的 BT Heroes 经典赛已经结束，然后很精彩，然后期待我们的 highlight， 然后我们就彰化旅程到这边结束了，再见。